好，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畜跟兽。好，稍微了解一下啊。一般佛法在讲畜啊，有两种，一种是啊六尘里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的畜，那这个畜基本上就是啊我们身体接触到身体的这个感官接触到这个境界，有冷暖坚啊，或是暖啊，就是柔软或坚硬。啊，类似像这一种的，那么身体的感觉啊，这个是触啊，所以它是从身来的。但这里讲的触是指这个啊，跟尘世合合生处。一般佛法来讲啊，比如说讲缘起，缘起是生命现象的剖析啊，就是对我们生命现象的剖析啊。那么通常啊，通常它可以分几段啊，就无明行。那么，那或是说从事这里啊，无明显，这个是过去的一业啊。那这个无明是主要是根本无明啊，就具生我执，所以你会依这个而造业，那就会感召生死啊。那么事名色啊，基本上这个就是五蕴身啊，就是要执取这个名色，就是各个根身。那名色啊，有两种说法，一般。名色就是无蕴，那也有说啊，这个色是身，这个就是色，色就是身体啊，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色啊，就是身啊，就是色身啊，名就是心所受想行，主要的就心所主要是这三个受想行啊，那么这个是要依这个五蕴根身，它才会存在，五蕴根身也要有是，它才会继续活着，继续生存，它才会相续。是如果离开了这个五蕴根身就坏掉了，那么是如果不依这个五蕴根身，它也没有办法独自存在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才会讲是缘名色，名色缘是，所以这个有时候又叫做是四住啊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好，那么这里啊，就是是缘名色，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的业报身啊，就是我们的业报身啊，生命的一种象征啊，就是有这个色受想行识。好，那么。但是它为什么会有无明跟行呢？因为有这个业呢，身行口行，因为这个业呢，因为这里就是造业的所在啊，在这里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业报身呢？这个有就是后来又有个业报身了，就是未来会有业报身，这个是现在的业报身，现在的有，像我们现在啊是名色，现在的有，那么现在的有在造作未来的有。啊，那么这个是过去的因啊，因为有这个我执啊，有这个业啊，那就像刚才讲的业杂业。那么这里之后，那么为什么这里是讲为什么会造业？那么基本上就是从六根对六尘，这个六路六根六尘，就是从感官，我们的心所从哪里来？就是这些受想行从哪里来？啊，那就是依这个身的这个感官，然后去认知，叫认识嘛。依这个六根去接触六尘，那么六识，这个识是在这个六根六尘上起分别，就叫做六识。是在六根六尘上起分别，就叫六识，不是实际上有六个识，不是。这个《中阿含徒弟经》里面这么说，啊，这个火只有一种火，但是你火在草上起作用，就叫做草火，啊，在木上起作用，木头上燃烧了，就叫做木火。啊，那一样在不同的材质上烧起来了啊，那么那个火的名称不一样，但火体质是一样的啊。那么视也是这样，在眼根上跟眼根所对的色尘上取境界啊，就叫做眼视。在这个写错了啊，色身啊，有时候会写错啊。在耳根跟身尘上取作用，就叫做耳视。啊，所以叫做六识。好，那么有时候叫做六识生啊。那么这里六根六尘就会产生啊，这个这里的识啊，那么对这个依止这个名色，这个是讲生命的存在啊，本身它必须要是依止这个根身。好，那么但是他在讲那未来怎么来的，那就是由现在依止根身的这个识去攀缘根，就是六尘。啊，所以要讲六路，六路一定讲到内跟外，内跟外，啊，那所以叫六根六尘，啊，那而产生就是
四根，这个是根，内跟外嘛，根六根，这个六层，那么一定要有四，四如果不分别，你会见而不闻，见而不睹，就是你看见了，你好像没看见，没有放在心上，听见了好像没听见，啊，这个孔子闻少月啊，三月不知肉味啊，他心一直在那个音乐上面，那么吃饭没有滋味的，他酸甜苦辣有酸甜苦辣，但是他没有去注意到，啊，也是类似像这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要有事，要有事，所以根尘事因缘合合了，合合啊，就是有根有尘有事。如果你只有事有尘，你没有根，你眼睛瞎掉了。你可以视可以在耳朵上起作用，但不能在眼根上起作用，你就见不到青黄赤白，啊，那么你可以在眼睛上起作用，但是你耳朵坏掉了，你听不到大声小声男生女生啊声音听不到，啊，类似像这样啊，所以要根尘事要多具足合合，那么就会产生触。好，那这个触很多人不知道，触其实就是最初的心所，啊。那唯识后来把它叫做五片行啊，不派叫五片行，就是同时具有的心所，处作意受想事啊。那么处是最初的心所，心所谓的心所，我们叫心所，心所就是心理活动，也就是心对外界的反应，最初的啊。那么之后就有什么处，之后有什么缘处生受，就开始有受，从这两个，那么通常造业都在这里。开始造业啊，爱就开始有造欲界的染着五欲啊，开始有欲爱，有爱无有爱啊，开始有这一些，好，开始有染爱，那么通常都在这里，所以佛法有时候叫你要观受是苦，啊，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最终都会消失，最终就是苦，最终就是老病死又被老苦，所以不要去执着那个受，那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惯性就是。有这个乐受你就要去执取，那苦受你就要避免，就是趋苦，就是避苦趋乐啊，就是说以苦得乐啦啊，就是习惯性的这种，那好吃的你要多吃一点，坏吃的你要赶快把它丢掉啊，喜欢的人啊都喜欢在他天天在一起，不喜欢的人一刻也不想见啊，那类似像这样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在这个受上，因为缘处生受，受有所谓主要有三个，一般最早只讲两个，就是苦跟乐，啊，后来有一个不苦不乐，后来又多两个啊，苦乐喜忧舍，啊，这个就是舍，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就是舍，然后还有多新的啊，喜跟忧，在部外里面啊就讲五受，那最早基本上都是讲苦受乐受而已啊，苦跟乐而已，啊，后来又多一个不苦不乐，好，那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叫做三受，那受从哪里来？啊，那么。业从哪里来？业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想要离苦得乐，没有钱想要变有钱，啊，身体不好想要变好，啊，那比如说你去吃猴脑要补脑，啊，那杀生啊偷盗啊，反正种种这些都是你为了要得到乐受，那乐受有可能是一种心理感受，你要有满足感，啊，那也是一种乐受，啊，然后基本上都是从这里，那这里是由六根由触这个心所开始的。所以佛法常常讲，造业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无明相应处，啊，这个处根尘是合合生处。那么这个主要有两种，主要就是两种而已。一个就是无明相应的，啊，叫做无明相应处。如果你看《阿含经》里面，它就是这样，无明相应处，啊，就夹杂我爱我见的啊相应处，相应的处，啊的心所，啊，那心所后来讲的就多了，非常多了啊。那么一个就是明相应处，这个就是愚痴邪见相应的，这个是智慧相应的啊。那么慈悲相应的明相应处，无明跟明相应处啊，在《阿含经》里面会看到啊，明相应处跟无明相应处啊，所以有时候会告诉你，你那个第一念是什么？那么这里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处啊，因为很多人其实。常常在念，但是不晓得这个处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那其实他就是这样啊，就是在他讲的这个杂处、杂受，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杂有善恶的，啊，它不是清净的哦，
它是有肉的，但是杂有善恶，所以它一定会轮回。它后来一定会，就像那个刚才引的经啊，《引佛经》里面啊，十此生彼，见到众生十此生彼，那么或入善趣，或入恶趣。那为什么善趣正见相应，跟邪见相应？啊，正见相应。那正见相应，邪见，正见相应会生善趣。那么这个里的正见相应，主要是指啊，世间四种正见，有善有恶，有恶有报。那后面就讲啊，没有善恶，没有恶报啊，断见。那这样你会生人天，但是它还是无明相应啊，因为无明主要分两种，世间的正见跟出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跟出世间的正见。那出世间的正见是无漏的啊，那么世间的正见是有漏的啊，就世俗地跟圣义地。世间的正见就是有善有恶，有恶有报，有凡夫，有圣人，有过去，有未来。那你知道了，你就离恶向善啊，那么这样你就不堕三恶道，生人天啊。这个是世间正见啊，那这个是正见相应啊，但是它依然是无明相应。为什么啊？因为它有我见啊，那它不造恶业，但是它依然会轮回生人天啊。所以这后来的部派就把它分成啊，不白不黑业啊，依然是黑白业，依然是有漏业，有漏业有违法啊。那么你必须要啊，那出世间正见是什么啊？这无明讲很多了啊，但是主要就是两种，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出世间就是无我啊，那无我又分出跟系啊，自跟他啊。如果出的话，就是什么啊？分别我执啊，有些说是后天的啊，意识分别而有的我执。一种是具生我执，无始以来就是先天的啊，就是与生俱有的啊，就是具生我执。那另外一种啊，一般啊，有把它叫做生见啊，那么萨迦也见，或是卜特伽罗我见啊。那萨迦也见就是生见啊，以这个生为我啊，那么对自己起生见，那对别人起卜特伽罗我见，对自己跟别人都起卜特伽罗我见。卜特伽罗就是有一个生命的主体，不断在轮回，不断在轮回。我只会认为我自己有我，但是我不会认为你那个人、那个人、那个身体是我，不会。所以萨迦也见是对自己起的我见，但是我认为我有灵魂，我认为你也有灵魂，你跟我一样有灵魂。那么这个就是卜特伽罗我见啊，就是众生有一个灵魂的主体啊。那这个是又不一样啊，那就是后面有讲到十二缘起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说啊。就大概我们先大概讲这个了，因为其实很多人不了解缘起。佛跟阿难讲缘起甚深啊，那么你不知道缘起，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涅槃。涅槃甚深，复甚深啊。那知道缘起其实就是法住智啊，依知缘起而证涅槃啊，这个就是涅槃智啊。那好，那我们看啊，那基本上这里讲的处受啊，那由这个处如果是无明相应的啊，那凡夫都是无明相应的，凡夫没有明相应啊，但是他可以证见啊，世间证见啊，都是有我。那么你只要证了无我，你就不是凡夫了。证出果，虽然还有烦恼哦，虽然还有烦恼啊，他还有爱哦，出果还有爱啊啊，但是他已经明相应了啊，他断生见了，他无我了，证出果的，所以他叫做前面有讲嘛，他叫做什么业？不白不黑业，他就不是杂业，他就是净业啊，他就不白不黑业啊，就讲这个。好，那么六路啊，因为名色在对外的方面就叫做六路啊。那一般如果从三世两种因果讲，会把名色当成是啊，在肚子里面胎儿还没完全发育啊，但是其实这个无应身其实就是名色啊。那名色引发境界，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身根跟意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嘛啊，身根这个是身，这个是名啊，这个是名，这个是色啊。那么从这个心法跟身心，其实就是身心合合。那身心合合引发烦恼，主要是六根啊。那如果眼睛看不到的人，就是五根啊；耳朵又听不见的人，又聋又瞎的啊，那就是变成四根，因为他没有办法分别，没有办法从耳根上造业啊，没有办法从眼根上造业啊，没办法啊。那但是一般从人来讲，他就是造业的地方六根啊，就根本啊。那六根六尘合合啊，当我们眼睛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多数
多数会起这个分别，叫做是，叫做了别嘛。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啊，那是谁？我认识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一下子心锁就没有了。认识的人，哎，这个是谁？开始想啊，他是好人，他是不好人，他跟我好不好？他上次骂过我，他上次送东西给我，好，那这个心锁就开始在运作了。那开始就起什么啊？起受，这个触，那是是就是重点要有是，所以它叫做六触生。啊，一这个是在这个六根上起分别，就开始有所谓的六触，六触，啊，那么就是你在眼耳鼻舌身意上见到，比如说我见到这朵花啊，那么眼根眼睛好的没有问题，看到这朵花哦，好漂亮，啊，那么这是是是产生了别，好漂亮，我要把它摘回去，啊，可是那个是别人的，所以就变成偷回去了，啊，或者我去买，我回去买一个，哎呦好漂亮，我要赚钱来买啊，这房子好舒服，我要赚钱来买啊，反正就很多种想法，那开始。啊，开始有所谓的，你觉得哇，好看哦，你持取了乐，苦跟乐就在这里产生啊。那么乐之后，它就会产生啊，产生进一步的行动啊。那通常这个受底下，受底下从五蕴来讲，就是什么受想思啊，它用受代表啊，受想思啊，受想思啊。所以有时候讲五蕴的时候，讲五蕴的时候就会讲到。六触生、六受生、六想生、六思生，但是讲到缘起或讲到十二处的时候就没有讲这个，就讲到六入生、六触生、六识生、六受生、六爱生、六爱生，就讲到这个。那这六个叫做六六法门，在阿含经里面叫做六六法门，啊，一二三四五六。那其实还有六想生、六思生，啊，那是在五蕴里面说的。好，那开始就产生有我见，所以我们叫做无明跟爱嘛，这两个是最主要的。生死的根本原因，无明为父，贪爱为母。那爱不成就产生嗔，所以叫做贪嗔。那这个叫做痴，所以叫做贪嗔痴。啊，无明为父，贪爱为母。那这个也是主要的，而有众生，而有众生。啊，其实佛法就是这么说的了。啊，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现象，这是一个先了解我们的生命现象，了解我们的生命现象，我们才好知道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个样子。这个是讲五蕴。那这个生命现象为什么会有轮回？生命现象为什么会有轮回？这个就要从十二处讲。那详细讲就是缘起，其实是这样啊。那大家要了解这个，你就会细细的去分别啊。比如说你遇到境界，这个人讲这句话，我为什么会生气？这个我为什么那么执着这件事？啊，我为什么那么执着那一句话？我为什么那么执着这个人？执着有两种，好的跟不好的。好的就心里面一直喜欢跟他在一起，不好的就心里面一直诅咒他。啊，好的当然就祝福他嘛，啊，那就一直喜欢他。他好，听到他好我就很好。那如果你不喜欢的，听到他好我心里面就不高兴，听到他不好我就很高兴。啊，那这种就是爱跟恨，就是贪，就是爱跟憎，爱憎。啊，那基本上都在爱里面。啊，那这个爱从哪里来？从这边来。啊，从哪边来？从这边来，从受。你苦乐才爱嘛，你苦就不爱嘛，很简单就这样嘛。那不苦不乐，你就不当一回事，你没有什么爱不爱的问题啊，就不在意啊。那你爱是很在意啦啊。那么是从这边来，受是从这边来，那触是从这边来啊。那这里为什么会有啊？是从这里来。那这里为什么会有？是从这里来啊。有业，有业就受报，有业就有无。果报生，业在哪里来？由无明造作来。那你说无明怎么来？无明又怎么来？无明就是忽然而来，啊，你忽然说啊，你为什么忽然间生气？啊，这个也牵涉到过去很多原因了，啊，那么无始无明啊，好，爱取，啊，那这里讲到，因为重点讲触跟受了啊，那顺带讲，啊，那这个取，啊，讲到缘起的时候再详细讲，取的时候。取主要是有四取，啊，四取啊，啊，取其实就是你之所以，所以我们叫做无取运嘛，我们这个运叫做无取运啊，有这个取，有这个有，这个就是后来又有的无运生的，啊，从人讲啊，我们是从人讲，其他的众生不一定是无运生，啊，那么从人讲有运生啊，那么你就是有因为这个取，
那通常曲是爱再加强，然后从这一些集总集，那么成为曲。那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我曲，叫做我曲。我曲就是我与曲，就是有我了啊。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无名开始的啊。然后欲曲，无欲啊，就有爱啊，就爱是由受来，乐受嘛。那什么是乐受？妙色、妙香啊，这些啊，眼耳鼻舌身意才能感觉到苦乐啊啊。从这里就是欲曲。我与取，我取欲取啊，就是五欲啊，欲界众生主要就是五欲嘛，五欲的满足嘛啊。另外就是戒禁取，就是错误的修行方法啊。那么你要离苦，离苦的方法错，你就会一直受苦；你要得乐，你得乐的方法错，你就永远得不到那个乐。哈、啊，其实是这样啊，就戒禁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见取，见取就是你有邪见。你的观念错误，你的观念错误，你的方法错误，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离苦得乐。那你一直在追求五欲的享受，我一直在追求五欲的享受。那是我虽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烦恼的因，我不知道苦的因。那我虽然用尽方法要离苦，离不了苦；我虽然要得解脱，得不了解脱，因为你观念错误啊。所以佛法来讲，要解脱，基本上要怎么样？这基本上，它这里变成三解啊，身见啊，就是我与取身见，戒禁取见啊，就是错误的修行方法啊，身见、戒禁、取见啊，然后一个疑，疑就是对于正确的方法不了解，对四谛有疑，就是对正确的方法不了解，那就是有错误的观念啊。那通常因为这样，然后你就会轮回。如果你有正确的，那么你可能这一世就不轮回了，这个有就没有了，啊，因为取没有，啊，取没有是因为爱没有，啊，爱没有不是因为受没有，而是佛陀也有受啊，佛陀也有受，但是没有爱，佛陀也有受，这个佛陀都是有的，是名色六入触受，佛陀都是有，但是它不是无名相应，所以你在受的时候，身受心不受。这里就做到身受心不受啊，所以这个经典《阿含经》里面讲啊，你在苦受的时候、乐受的时候，你不系离系啊，他讲离系不系，苦受生死、乐受生死，离系不系，就是你不染着、不爱。他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是苦受起来的时候、乐受起来，离系不系。你也有苦受啊，也有乐受啊，佛陀也有啊，啊。佛陀走路走到酸了，他也要休息啊，阿难休息一下。口渴了，他也叫阿难去跟他倒水啊。啊，那个因为被那个提婆达多把那个车推下去要害死佛陀，那个木头蹦开，插到这个脚趾流血，他也叫人把他那个提婆啊，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木头拉出来啊，啊，所以后来就出佛身血啊。那么他佛。没有，提婆达多是木头掉下去的时候碰到佛，然后出血。那个木头插到那个是另外一个的啊，就是说佛陀也会痛啊，也会叫他，你要把它拔出来啊，叫提婆让他拔出来。提婆达多那个是啊压石头要害佛啊，那个时候应该提婆已经不在了啊，压石头要害佛。结果石头蹦开，然后碰到佛，那佛流血啊。好，那这里是这样的，那爱取。那取就是这四种取，啊，那所以因为我们是因为爱取而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做无取运，那所以后来就会感召未来的生死，啊，就刚才讲的那个《品波娑罗王因佛经》里面讲的，啊，就善业啊，十此生彼啊，然后就会再生到，啊，就会聚集未来的有，啊，那么有可能是天人阿修罗六道不一定，看你是什么业，然后就出生才就有这五蕴身，啊，这个是未来的潜在。这个是现实的存在，这里是现实的存在啊，现身的这个身体，这个是未来你要生到哪里，然后不管你生到哪里，出现在这个世间六道轮回，不管是天人、地狱、阿修罗、恶鬼、畜生，你都会经历老死，都会有生死啊，简单讲都有生死啊，那不一定有老啊，那么基本上一定会有生死，那这个是从人来讲的啊，我们叫做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种种的苦啊，五蕴炽盛。啊，就开始这个五蕴啊，又开始因为无常而产生种种的苦，因为变化而产生种种的苦。那这个大概就是啊，佛陀在剖析，帮助我们告诉我们
生命是一种什么现象？那你现在拥有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那你未来可能会拥有什么生命？那你现在要怎么办？要怎么办？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手啊。通常有几个地方啊，啊，那么一般都是从这里下手，爱啊。那爱要怎么样？怎么样不爱？就是不系啊，啊，离系不系。要怎么样不爱啊？就是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啊，就是你有名色，你有六路，你有触，你有受，一定没办法避免。佛陀也有苦受乐受，但是佛陀不会因为苦受乐受而起烦恼，不会啊，因为他名相应，所以从这里下手。那这里，所以这个就是我爱，从我爱我所爱下手。那要先从已知的我爱下手，就是什么离欲，因为我们爱的不但去执着的，因为执着而起贪，因为执着不到而起嗔，一直在执着就是痴啊，那基本上就不断在贪嗔痴嘛。所以从这里下手，就是从离欲，从离欲下手。那离欲，单单离欲，你要有智慧，你要听嘛，多听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样，这个方法用的对不对，这个用法用的好不好。所以一般的下手处，基本上就是少欲，因为一开始没有办法离欲嘛，因为人基本上没办法。然后你还要有观念，有正见啊。那通常大圣，一个叫做从离见，一个叫做离爱。离见跟离爱啊，这两个，因为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嘛啊，从这两个，那么一般就是离爱，你没办法离，你要先怎么样？要不那么严重，控制，我们就说要觉察烦恼，要控制烦恼啊，要调伏烦恼啊，要调伏无欲 啊，所以要从少欲啊，少欲知足开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要从多闻，才能离见生智慧，因为闻思修啊，才能离见，这个要智慧才能离见啊。那有智慧之后，那么这个要伏五欲，要有戒跟定啊。那要智慧，要有定跟慧。那基本上啊，那要从离见跟离爱下手，因为这两个是根本。无名为物，贪爱为母，这个佛陀也有，他也有触，但是他的触跟我们不一样，他的六根六尘跟我们是一样的，他的六根六尘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他六根六尘跟我们一样，他的身体跟我们结构一样啊，他的眼睛看到的跟我们也一样啊。从人来讲啊，那但他成佛之后，他有天眼，他有慧眼，他就不一样了，就因为这个没有了啊。然后他的了别也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也有受啊，但是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因为这里没有，这里都没有，那因为这里没有，这里就不会有，啊，但是这里比较不好断，这里比较不好断，那这个没有，这个就不会有啊，那这个没有，这个也不会有，不会有业啊，刚才有讲啊，起惑造业啊，所以你要一般都从这里下手，啊，那这里在哪里？就是在六根，啊，所以它这里叫做根律，就是从六根上，一教经也这么讲啊，你要控制你的六根。啊，那基本上就从少欲，那另外一个就是多闻啊，长养智慧，然后这样慢慢少欲多闻，少欲多闻啊，然后慢慢就是你不会增加新的烦恼，那你又有正确的方法去除原有的烦恼啊，那你不会再造更大的恶业，你又有新的方法不去造恶业，你知道怎么不造恶业啊，那这样才有办法彻底根本的解决我们生命的苦。轮回的现象啊，那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你就没有积聚未来的有，你当然就不会出生啊，你没有三界的啊，基本上啊，这个有啊，基本上有时候爱，有时候也讲欲爱有爱无有爱，那你有欲界的无欲的，你就会升到欲界来，你没有，你有色界的就有爱，就升到色界去，无有爱就升到无色界去啊，欲爱有爱无有爱啊，那基本上就升到三界啊，就三界的贪爱了。那佛法里面叫做欲贪色贪无色贪呐，都叫做欲贪色贪无色贪呐啊。那么基本上，那你就会出现啊，就会出现。那从人来讲啊，就是五欲；从人来讲叫做五欲啊。那但是如果天上天人色界天无色界天，他就不是五欲了，他是色贪无色贪啊，不是欲贪了啊。那大概是这样。好，那因为我们重点在讲这个触跟受啊，那主要是这个杂触啊，就是杂善恶的。杂善恶的啊，善的恶的啊，那如果是出果二果三果，那么
严格来讲也可以叫杂醋，但是它不叫啊，它不是杂叶，它是不白不黑叶啊。那但是它还有烦恼啊，它还有杂有油肉的，因为还没完全解脱嘛，还没断尽烦恼啊。那这里醋跟瘦，杂醋杂瘦，那么就是有苦有肉，因为杂醋就是心所起烦恼，有善有恶，有善心所，有恶心所啊。那这里我们说这里是六受身啊，这里是六畜生啊，就是眼是所生畜，耳是所生畜，那这个是眼畜所生受啊。那么后面有所谓六思六生，六思六想，六想生六思生啊。那么眼受所生想，眼畜所生想啊，也会有这样这个啊。然后一般讲的就是从这六个来讲啊，六识、六根、六尘，内六畜、外六畜啊，然后六畜生、六受生、六爱生，就叫做六六法门。啊，从这个地方下手，那基本上其实是受，其实是受。这个处你没办法决定，你要见到什么人，要听到什么话，是你没办法控制的。这个人要不要骂你，还是要赞叹你，是你没办法控制的。但是你要控制的就是，他赞叹我，我不生贪爱；他骂我，我不生嗔恨。啊，就在这里，我有苦受，有乐受。天气太冷，我会冷苦受，你没办法控制，我就多加衣服，或是我忍耐，我不以为恼。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从这里下手，啊，触跟受，好，那这里主要，啊，第一个我们在解释这个如经中所说啊，因为照这个次第看下来，应该也是，啊，应该也是这个《频波说卵银佛经》啊，那里面说的啊，好色。好色、恶色啊，妙色、不妙啊，这些这种的啊。好，那接个底下啊，他在讲各个为人师长，就是对峙的了啊，就对峙这些人说的。因为前面说有畜有兽啊，得杂畜杂兽啊，那就有畜有兽啊。那你怎么会说，后来又说不畜不兽，无人得畜，无人得兽？好，那你看他底下说，那么。更有，因为他现在在解释这个是各个为人师谈，就是依不同的根器，啊，那么说不同的法，那不同的情况啊，那来不同的说明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啊，他如果我们说《三恶业报分别经》，或者说这个《频波说卵银佛经》里面啊，说到啊，那么身为人是杂业。啊，杂业，那么有杂处杂受，就是有烦恼啦，所以你会六道轮回，有肉业嘛，啊，那么这一些是说有杂处杂受，那杂业报是杂生之间就是有人嘛，啊，好，那前面讲无我啊，那从世间法来讲是这样的，他另外一部经破群那经，破群那是一个比丘。啊，不过在经典里面讲到破群那，啊，有两种说法，可能不是不同的人，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有时候同样一个名字，但是他是不同的人，啊，那比如说摩诃那，啊，有出家的，有在家的，啊，就是说同样的名字，但是可能是指不同的人，啊，那破群那有时候叫做破求那，啊。阿含经里面啊，我们如果引用的经典叫做《婆求那》，啊，这个十二缘起的东西哦，啊，我们要了解，不了解缘起，不了解缘起就是不了解法，啊，那讲到大智论里面讲到缘起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说啊，那这样讲已经是很完整的说法了。好，这里的翻译是写破群那，那有时候叫做婆求那，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婆求那一般就是婆求那。或是摩尼婆求那，或是摩罗婆求那，或是前面有加个摩尼摩罗，啊，他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啊，啊，摩罗或是摩尼，啊，啊，反正很多种说法，然后也有叫做婆求那的，但是说的又不太一样啊，但是大概啊，可能不晓得是应该是同样的一个字啊，但是因为名字有很多是一样的啊，像二十亿耳也可能是有两，从经典里面讲。那有两个可能不一样哈，那这个婆求那，这里叫做破群那，在《阿含经》里面，同样的这部经典，啊，谁畜谁受，啊，谁畜啊，这里讲是
破群纳经，无人得处，无人得受。这个是翻译啊，是中阿含，不是中阿含啊，也是啊，这个应该是啊，应该是杂阿含里面的啊，还是中阿含？婆求纳经啊，它叫做婆求纳经啊，有一本经叫婆求纳经，它是在讲事实啊，应该是杂阿含里面的啊，婆求纳经，它是婆求纳经的啊。这里是翻译破群纳啊，但这个经文里面啊，相对应的经文叫做婆求纳经。好，那破群纳或是婆求纳啊，那么它大概有两种不同的，一种就是他后来证得三果啊，他可能是不同的人了啊，他因一样，一种是他证得三果，一种是他后来还俗，他曾经是佛的侍者啊，在后面善佛，像这个就是。他在后面散佛，那讲完了，他也没有讲到他怎么样，他只讲到比丘诸大欢喜，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那个后来还俗那一个，啊，然后他这种可能是嗔恨心或是忍耐心比较强，啊，他曾经做过佛的侍者，啊，因为你看在后面散佛的就做过佛的侍者，阿难啊，那个好几个在阿难经里面，啊，因为佛放过好几个侍者，啊，换到最后一个阿难才没有换。前面换了好几个，从舍利佛开始啊，就一直年轻的时候就有侍者了啊，就一直帮他散。后面因为印度天气热嘛，啊，那这个婆求那也是啊，那么证过佛的侍者啊，那是后来还俗啊，好起烦恼了哈。那大概有这不同的几种说法。好，那我们来看婆求那经啊，婆求那经，婆求那经一开始是讲到事实啊。啊，这里说谁处谁受啊？我们来看婆求那经啊，婆求那经，他是写这样翻译成这样了哈、啊，那基本上就是破群那啊，这翻译的问题而已啊，音译婆求那经。好，他是讲啊，佛讲有事实啊，事实。啊，出团死，出团死我们叫做断死啊，啊，出团死，细处死，出团死，细处死，细处死我们就叫做处死，啊，等一下再来讲啊，出团死，细处死，然后意识死。然后事实。那通常我们把它叫做断食，简单讲叫断食、猝食、失食，然后事实啊，然后简单讲这个所谓食，所谓食不是真的是食物，它不是说它是一种食物，不是食物。因为它是由食物的意识来说的，啊，所谓的食物，我们要食物才能够生存，生命才能够延续，生存才能够继续，我们才能活着啊，啊，就是简单讲白话讲，我们之所以活着的基本原因，主要原因啊有四个，一个就是要有食物啊，出团食叫做断食啊，那天然的食物跟我们都不一样啊，那我们是要咬断。要睡，然后才里面胃肠吸收，天人就不用，天人没有出团死啊，啊，他们也有死，但是他不是像我们这样一段一段的，啊，那么猝死啊，那么猝死是，就是我们猝这个猝死跟这个前面那个猝一样啊，就是因为猝之后会有什么啊，会有受，受会什么啊，又有苦啊，苦跟乐。处之后就有受，处之后会有受，那但是这个处基本上是身体上的处，身体上的处会有苦跟乐，基本上它主要是苦乐受啊，就是你可以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身体上，比如说《中阿含》里面有讲，什么叫处死呢？啊，身体疲劳的时候你要按摩，那你就不疲劳了啊，那你这个身体脏的时候会痒，
很难受，你要洗澡啊，洗澡啦，按摩啦，就按摩啦，澡浴啦，啊，那类似像这一种的，它也叫做猝死。那看起来好像跟身体有关，实际上是跟苦乐有关，跟苦乐有关啊，实际上是跟苦乐有关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很苦没有办法啊，那么我们要去除这个苦，那如果太苦苦不了了，我们就不想活了啊，没有办法去除，我们就不想活了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他这个处基本上是跟苦乐有关，我们要离苦得乐啊，所以苦的地方要把它消除，苦的地方要把它消除，乐的地方要把它延续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那这样就是比如说你的身体很疲劳，那身体疲劳你要休息，要不然你就会没命啊啊，类似像这样，就是说人可以生存活着，他基本上就是除了要食物之外，最基本的饮食空气水啊，饮食空气水这是最基本的，那还有什么，还有身体的状况啊，那其实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状况啊，你要有活下去的这种欲望啊，哀莫大于心死啊，心死了啊，你活都不想活了啊，就是你要有生存的欲望啊，啊这种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有意识啊，意识要附着这个身，意识如果离开了，那这个根身就会怎么样，就会毁坏，意识离开了啊，受卵识嘛，人死叫做受卵识离开，寿命尽了，那么意识离开了，那身体就怎么没有热度了，没有热度了，就会冷掉了啊，所以受卵识，那么像这个禅定的人啊，那么他的意识并没有离开，那直持那个根身，所以即使他很多天不吃啊，那也没有呼吸啊，那么他也不会死，身体不是冷的啊，还是暖的啊，那通常是这样，那这个叫做维持生命或是我们生活生存的四种基本理则了啊，就是主要的因素是这个。好，那讲到这火球那件事，讲这四个哦，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啊，因为这个就牵涉到这个婆球，那在后面三佛善，然后善知三佛，他讲到有四十，他就讲谁识此事？我们看一下啊，他就问佛，婆球那就问佛，佛讲四十嘛，就是我们生存啊，基本上是依这四个，那么生命才可以继续存在啊。那婆球那就问。婆球那就问，啊，他在后面三佛啊，就问谁识此事？啊，他认为说啊，这样就是断食一样，吃这个食物，谁喝这个水？啊，那谁识此事？就是你看，啊，那佛陀就说你这样问是错的，我没有说有谁在食用这个事，啊，不是，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生命啊，生命就是我啊，那么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因为有事，我不说我是因为吃这个事、食用这个事而存在，不是，是生命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因为有事啊。他说不应该这样问啊，他说佛陀说不应该这样问，佛陀这是婆求那啊啊，后面就会讲到啊，那。无处无受啊！那佛陀说不应该这样问，他原文是这样，意思说你不应该这样问。我不言有事者，我并不是说有持事的人，有持此事的人。我说事是死，我是说事是死，就是事是让生命延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事的存在是执持根深，事执持这个根深，事缘名色嘛，名色缘事啊，就是事必须要执持根深。这个生命才会相续啊，不然就死掉了。那么根生就是事要支持，事会支持这个根生，它才能产生作用。事不支持这个根生，它没有办法了别，没有办法做新手，没有受想事啊，没有啊，没有六根哪里有啊？哪里有受想事？哪里有这些啊？没有。那么根生也要因事的支持才能继续存在啊。所以事缘名色，名色缘事，那名色缘事就是这个事实。名色如果没有事的支持，这个根身就会坏掉了，就死人了、啊。他还是人，他一样是人，有眼耳鼻舌身，但不起作用，就死人，叫做死人。那这个
这个所以四缘名色就是这个意思。好，若我不言有十事者，我言我是这么说，是事实，我说啊，是是死啊，那这个死不是说是食物，而是说生命延续，因为食物是让我们生命得以延续的嘛，啊，那得一种力量或是一种原因嘛，啊，所以我说是是死，所以你不应该这样问啊，就是说他说你不应该问谁是指是啊，不应问啊，你不应该问谁是此事啊，那这是佛陀的意思了啊，谁是此事，那你应该这样问啊，这个是你应该这样问，应问啊，他说应问什么，就是你不应该这样问啊，啊，应该问何因缘有事，那为什么啊，为什么有事实啊，何因缘有，就是为什么生命必须要有事，它才能够啊有那种生命现象啊？其实是这样，何因缘有事实，他在讲这个。那人令未来有相续，人令未来有令相续生啊，因为有事，人令未来有啊。那刚才我们讲那个缘起，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个是未来有啊，令未来有。令相续生啊，就轮回了。那么有有故有六六的处啊，就是这个有这个五蕴生的了啊，有这个身体生根的，所以有什么有六六处，就是有六六处了啊。那六六处就是内六处、外六处了啊，就刚才讲的无名行识名色啊。你看四名色，你看这里就是四名色，然后怎么样就有六处生出来之后就有六根了，这个是从人说的，从人说的。那么六六处就缘处，六处啊，他讲六六处缘处，那有六六处就会有什么，有心理活动一根，然后在这个五根里面啊，就四在六根里面了啊，由一根就生四，也就是意识。那一根从哪里来，一根就那个心对于感官面对境界，那摄取进来那成着法，就一根对法成，其实是这样。好，那么六六处，六六处缘处啊，所以就是四，这里就是四啊，四，那么四跟什么六六四，四在六根上就变成六四，那这个六根六尘，六根六尘。四六四六根六尘就有处啊，就刚才我们写的一样啊，其实是一样。好啊，刚才画那个图，现在大家看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啊。那所以啊，第一个问，那么谁？他是第一个问啊，那么谁识此事？那么他又问啊，为谁处啊？就讲这个，他后面又讲了为谁处？那么有这个心理活用，那是谁在起这个心理活动啊？是心理反应、心理活动啊？因为六根对六尘，那么开始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看法啊，那么有一些心理活动啊，我们叫心所。那时候讲为谁处啊？那就问了很多问题了，然后为谁受啊？那么谁在受啊？那么谁在爱啊？就从缘起啊，处受爱取有。好，那我们就不讲了，就讲这里。好，那么他重点在佛陀跟他讲。那么就是无处者无受者啊，在讲这里啊，无处无受，无有处者无有受者。好，那么这个就回到啊，这个大智论里面的文，他讲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就没有一个实在的人啊，那么在处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在受有苦受乐受，那这又回到。这个又回到啊，品波说到《银佛经》里面啊，但见正思，但见众生生死死时生死相续，法生啊则生，法灭则灭，都是因缘和合相位啊。你不要把它回去对照看
啊，就刚才我们写的那个，所以这里都其实都跟这个啊，可以对照那个《普罗梭王因佛经》啊。那这里就讲到啊，前面讲到有畜有兽啊，有杂畜有杂兽，那这里又讲到无畜无兽啊。那为什么一下子讲有，一下子讲没有？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为人稀谈啊，这个叫做为人稀谈啊，看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因缘。所以他底下有讲，是因为破群那即我有神堕即禅宗啊，所以破群那问佛谁受啊？那么谁识此事谁受？佛说，佛若佛说魔假魔假受啊，便堕即禅宗，有一个我啊。那其人我见背负牢固不可移转，自故不说有受者处者啊。就这里，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啊，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要讲得更清楚一点啊，就要讲到那么所谓的啊，所谓的指我啊。那有时候佛陀也不讲啊，这个时候佛陀有讲，但有时候佛陀看人他也不讲啊。像在那个婆伽种经啊，就是有一个婆伽种外道，那问佛有我吗？佛陀不讲，三遍问佛陀都不讲，他也不讲有我，也不讲无我，因为如果讲有我，他会更执着。他本来的常见，如果讲无我，他会变成断见啊，所以怎么讲都不好。那、啊、这个是他有讲，他就直接跟他讲啊，没有触者，没有受者啊。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仔细讲。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解决这个所谓的触、受跟杂业报这个问题。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